抓住机会了，赶快学动作，真的是能力太强了。我也想，刘嘉玲，刘嘉玲，站起来，穿错衣服，穿错衣服。这样的话，我不是我的风格。你们有选有心里想选哪一位队长吗？凭良心，不多说了，凭良心嘛，对得起良心的就做，良心过意的就做。我很喜欢你，不是，我是真心的。Look at me， 看一下我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谢谢。I believe you。谢谢。阿哥，我真系好中意你，我谂你 feel 到啊。你要选我？一定。我也在想，我能跳到几岁？我想跳到不能跳为止。能坚持还是坚持吧，其实真的是，就有的时候看别人跳，你就会痒啊，心痒，对对对对。其实我是身体就是这样，叫用进废退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感觉坐在那儿，我感觉自己像坐在一个轮椅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想挣脱的上去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个哎呀，看梁老师不是和你是同一年吗？你非要提这个吗？你这样。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大家去松土的时候，是吗？你这三个里面最想松谁的土？觉得现在我真的我就想慢一点，就是都绞尽脑汁，心里都很复杂。之前好像是对张艺兴接到一个 popper 感兴趣，那是谁？唐仔。全能型，他是。顺其自然，就是随性一点的，就不要太有规划，反而可能会来得比较好一些。别管我这他们说什么，我感受到一脸懵的，有点皱过头，皱过头。剪完就是过完大起舞就好了。啊，对，过完大起舞，休息休息，加油啊！别想了，别想了。你们这不用说话，不用说，给你们说一说。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. And guess you'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. But I've known you too long,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.跟完，跟完大起舞，好，大起舞，跟完，好，谢谢队长，谢谢队长。有，真的是你啊！太，太反差了，你知道他们写歌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就看你的大起舞。字里行间我已经隐约看得到，这个人是不是以前跟我处过、看过什么的？谁写歌啊？我自己写啊。你还有时间做这个？你还有录音？所有人其实都三长不漏，可能我们很多面都没看到。对，你也是啊。对对对，都是一样啊，大家一样勇的嘛。对对对，耶耶。对，这都三长不漏。这是一天时间，一天。
都是神呐、啊！我只能说我是一个观众票。今天看完两个棋，我其实很激动。不管是谁胜谁负，我都对所有的舞者充满了尊敬。谢谢。我觉得唯一不留遗憾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可能是中国街舞电视历史上的一个记录，甚至可能是中国街舞历史上的一个记录。我们希望参与这个记录的舞者都会被记住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歌谁唱的？太伤感了，放这个音乐。好，收。小蓝瓶配火锅，要一起才更酷。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治愈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在赛后，随着我们勇闯天涯 Super X 一起火锅吧。这顿晚饭的前菜就很丰富了，来，非常期待下一顿是什么。本节目由深入无味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。小蓝瓶配火锅，要一起才更酷。今年这两场看下来，大家感受怎么样？不可能是一天完成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真的是一天。我觉得一天他们每个人都疯了，对，不只是排舞师，连 dancer 们他们都好像都推到他们很极限的那个地方。因为舞者的练习真的是很拼的，我们大概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，突然拳馆打电话给我说，选手还在。他们不单纯是为了要晋级，他们可能是想要每一次出现都要留下一个我没做过的作品下来。因为我的角度不太好，不知道大家在站在上面看的时候会感觉怎么样。我觉得很酷，比较高的位置。对，你会觉得那个因为人多嘛，你要出现，你起码每个人每个舞种一个亮相，你不可能一分钟搞定。我有站起来看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站起来都没看到全貌。我们看到只是这个他们这样旋转上去，如果你这样看肯定就是一个大螺旋，对，可能会更震撼。很多画面感瞬间的那种，我就觉得舞者们释放自己压力的方式就是跳舞。不知道几位队长如果压力很大的话会有没有什么解压的办法？ Arm swing 就跳舞，不是应该是踩地板，不是 Arm swing 踩地板是在一起的。当一彤跟我说你今天来练舞的时候，我还很惊诧，我说啊，今天我们没有队长要跳舞的环节。他说一星队长就是习惯。我本来每天都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 Arm swing，然后现在因为就上次说的